太天真了。哎呦，这么缺，看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酷化物决斗了，我拿出5张狄仁杰碎片合成。没办过案也该看过狄仁杰走路吧，就让你见识见识通天神探的通天神力。上吧，御剑神州狄仁杰，使出超强查案之术。哼，我的背后灵可是世界里那你，你的英雄是诗仙，我的可是神探啊。都说神仙神仙，神可是在仙之上啊。认清现实吧。什么现实？我的狄仁杰刚都查到了，李白就是个不是生产的吃软饭仔。哼，被发现了吗？但身为御剑神州的少侠，我可不会轻易的认输啊。召唤李白聂隐娘，使出英雄补合力技，十步一下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场 PVP 遇到可敬的对手，激战过后真是过瘾啊。现在只要登录御剑神州就可以得到李白，而且还是橙色的，真的很划算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好几百年前做。